好，我们来写一首那、这个，无名氏的《一罗春·闻笛》。一罗春·闻笛，写起来应该是会有一些声响，啊，这些声响来自于创作者的一些，拟人化、拟声化，哈。好，我们来写写看啊，朋友都说我的左边都太亮，太亮，它的原因在哪里？我的灯光来源哈。好，玉楼十二春寒彻，玉楼，哦，我用这样拿啊，这样拿啊，没有靠在桌上啊。一箩往这边带十二啊，春寒彻，春春寒彻，故意把那个。寒写的比较结实一点，寒彻，寒彻哈、哦。再来呢，罗角暮寒吹一笛，哦，果然有声音。罗角，这个就写的比较，还情书化一点。罗角。罗角，暮寒，暮，写像兰亭序那个暮，暮，寒，这个寒我就是要写草书的寒，暮寒。吹玉笛，吹玉笛，笛呢，有时候可以写成这个笛，好，借用古音啊，借用古音，天津桥上旧城厅，天津桥上。天，往旁边出去，天，津，这样过来对不对？下来，天津可以接到桥，这样过来，然后这样过来，下来，天津桥上，好，上写到这里就可以了哈。好，天津桥上，旧城厅。好，就两竖下来，一二三，拉过来，就从往旁边往中间靠，就成听，听怎么写？好，听是一个耳朵下来。这样过来，比较行书化，旧城厅好。36宫秋草碧，36宫36宫。秋草碧，秋，这样上来，拉过来，这样过来，秋草，然后从这里再接过来，往上写，这样拉过来，这样就好。秋草，然后呢，碧，
币呢，我们就从这里过来啊，这样子，好。再来呢，朝华人去无消息，朝华朝。这样对不对？下来上去，一二往旁边接，然后呢，接下来啊，朝华人去无消息，人去无消息，一二三四拉下来消。直的下，往旁边，再往内，再往上提，无消息。好，消息的消息，这样过来，上头一二三，这样过来，这样上去，这样就好哈。谁说行书不能好好写啊？应该可以好好写哈。江上青山空晚色。将好三点就好，将好，将上上青山，青写行书斜的，再下来直的，空过来青山，好，空晚色，好空。哦，哇，好，然后色呢就写成这样就好，空晚色，好，那已经很淡了，我们再来重来沾墨，一生落尽短田花，这样过来，往旁边接，可以接长的，不一定要接。不一定要很宽哈，哦，一生落尽短田花，落尽往外再往内，落尽短田花，对。停，往上面写，这样过来。好，花，我们写成这样哦。一生，哦，一生落尽短田花。再来是无数行人归未得。好，这个写成这样了。无，一二三，这样对不对？下来就好了，无数，好，数呢我就写草一点哦，无数，这样对不对？好，这样对不对？好，行人啊，行往人，这样过来啊，无数行人，归未得，归，好，归。我们写成这个左字部的归，归这样过来，对不对？往这边过来哈，归未得，好，未，这样就好了。然后上去，下来，上过来，好，那我们就是让它干一点点。归未得，好。表现出越来越淡的感觉啊，好 ，OK， 归未得，在这里呢是无名氏，无名氏玉罗村，好。然后它的副标题是文迪，
哦，全程都悬笔在写哈，文迪。好，所以是跟庚子。中秋哦，差不多了哈，啊，吴奇珍，好，这个可以盖两个章啊，也可以盖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写书。好，写成书以后，这盖在这里就 OK 了哈。好，所以这幅应该那个光线应该是来自上头，没有种在左边啊，所以可能就还好啊。啊，有时候我们在书写跟光从哪里来很重要。那当然最好是从左前方过来，可是变成左边的这个作品啊，会形成了这个左边比较亮啊，所以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明显，或者是那么的均匀啊，哈，大家做参考一下哈，大概就是这样。那等一下我来前印。好，那我们来盖一个章，这个章呢叫做什么名字呢？就是吴奇珍嘛哈，然后就盖在这里就好了哈。罗多星老师帮我刻了大概有我看有七八对的对应啊，大概不同时期了哈，最近当然也有新的，可是已经过了三五年了哈，可以再跟他那个求印了哈，所以一直要更新，但是牵涉到人家有没有空啊，你有没有银两啊，可能这个要考虑哈，究竟他还是需要过火哈。好，吴奇珍，有一点点歪啊哈，没有很幅度很大，但是还是有一点歪，那个盖印章要特别小心哈。我曾经看过台静荣先生的印章盖反的，盖倒的那一幅作品，本来是要卖8000到10000，结果他要卖4000块，我没买，有点可惜，但是不知道那时候买的会有什么后果，那我就没买哈，是不是有点可惜？难讲。好，这个是得心应手，然后呢，这边盖呢就是要盖一个雁田生活，我们算不算是雁田生活呢？就是写书法、画画的啊，靠砚台砚，在这个砚池旁边的哈，这样。雁田生涯啊，雁田生涯这一颗啊，我看过，好像是王福安曾经有过。那刻印章的朋友常常会去参考一下历代以来的这个名家刻的印章或印纹、印字也都 OK 啊，究竟传承嘛，或者是这个大家互相来参照，但是。有的别出心也很好了哈，但不一定是完全都是自己创的，也很蛮难的哈。那好的句子、好的结构造型，大家互相来取用，那刀路刀法可能也会都不一样，像书法一样啊，你用不同的字体写，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行草书方式写也是可以啊，没有说非得说哦我是抄袭，OK 的哈。
因为你写再怎么抄也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书体哈、啊，所以没有那么重要。只是说希望如果说风格很类似的话，如果公开发表可能就有一点点的这个抄袭之嫌了、啊、哈。啊，当然书画界兴送的比较少啊，所以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啊。好。好，玉罗十二春寒册，玉罗十二春寒册，楼角暮寒，吹玉笛，笛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哈。天津桥上，天津桥上，旧城厅，三十六宫，秋草碧。秋草碧，朝华人去无消息，无消息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庭花，短庭花，嗯。无数行人归未得，无名氏玉罗春闻笛。岁次庚子中秋吴起珍，啊，给大家做参照啊。行书写起来很痛快，很畅快，啊，只要章法稍具啊，自是好作品啊。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写行草书，也都很棒啊。谢谢。